屁股都没了，是吧？真的是出一单，欢迎随手拍，心愿单的第一个，心愿单的第一个啊，知道吗？看了吗？真的是不是出轨的？那得看他指不指的我是不是？老师长靴真多，好像我那些长靴都出过镜呗。K 哥。红底，对的，我多爱红底，我比较喜欢红底的，红底的特别多，比较钟爱红底。文思，你的灯牌都没有卡，把你的粉丝团灯牌卡一下。去你这儿。装备教导变优秀，欢迎发发，大家一起点赞啊！点赞，只在这里播了，听不懂吗？说几遍了，现在只在这里播了。是丽丽 ，SK 上什么课？网课吗？是吧？上那个线上辅导课是吧？这K 哥，你没有看过这双靴吗？这双靴你没看过吗？你好像没有，前两天都在家里混没回来呢，数学课，那算了。我教你数学课，我教你数学课，那估计你数学天天不及格，让他滚 ，K 哥，让那个八神安滚，让十二生肖滚，穿那个会大吧？你来测验一下，什么叫味大？那个什么味儿？都是皮革味儿，好不好？皮革味很香的。就我穿长靴的时候，就是能够闻到那个靴子的皮革传来的味道，就很喜欢。对啊。我家周周来了，看到了吗 ？No， 不能这样翘腿，再这样翘腿被提醒。文森，我跟你说几遍了，把我的粉丝团灯牌卡上，啊。把我的粉丝团灯牌卡上，否则我就把你请走了啊！你连我的牌牌都没有，你天天在我这儿听什么课啊？啊？那你就不是指导师班的同学，不是指导师班的同学，就不来听指导师的课，是不是啊？你心都操碎了，有没有课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千万里来的，欢迎鹏鹏。千万里来了，我估计我这双靴子又不保了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这双腿上的靴子好像又不保了，真要命啊！我应该看你一眼会要你的。
我对我的靴子非常爱，我对我的这个脚垫非常爱惜，知道吗？我这个脚垫是真皮的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鞋跟的威力，所以我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脚垫儿，知道吧？五，把你的粉丝团，把你的狗牌卡上。我哪天怕我这个脚垫被我踩坏了，所以我用的时候，所以我用的时候还比较小心。如果换一个坐垫，那就不是这种，那就不是这个效果了，是吧？好久不见你啊！啊，靴子是定制的吗？对啊，这种款式你在市面上哪里会见到？那必定是定制的呀。那必定是定制的呀。哎，车车，车车，你是不是与我为敌啊？是不是？好像你加过我微信，没跟我说过话。W， 白色的，我准备做一双白色的，没有啊？那我记错了，球球。对，我现在没有白色的，我有一双白色，但那双白色的我不喜欢，我准备下个月订一双白色的。给吉林老师小号，车六九，有这么长的黑色吗？我这个月下了三双靴子的订单，就是重新又订了三双靴子，有一双漆皮的红色的，跟脚上的这双是同款的。为什么拉黑你？自己想一下啊。然后又黑色没有这么长，黑色的没有这个款，然后黑色的漆皮做了一双，秋来的小溪。就是在靴子的款式里，这个款式算是最长的，这个款式算是很长的。欢迎兔兔，腿不冷，那必须的，脱掉顾北爱看靴。就是那种脱掉靴子的感觉，感觉腿就凉飕飕的，知道吧？感觉脱下靴子腿就凉飕飕的那种感觉，必然是最乖的。你最乖，哪里最乖？啊、哦？你要在我面前，我能踢死你！你最乖。是不是啊？你要在我面前，我非得踢死你。找不到十二生肖，那他可能跑了，不在直播间了，没事儿。Dave 的，感觉学妹真想说，我可是心疼你嘛，我可不是老心疼你了吗？你对自己也太有信心了。 K 哥 K 哥下单了没有？落雨，
看一下这一双，主人的新的靴子，你好像没看过，长不长？啊，比你个头高是吧？你看过了吗？马靴居然更好看，挺差的。突然的相思，看到了没？还有王钦慈，这个带这个可以带马刺，就是那种马刺的作品吧，就是马刺吧，就更适合马靴。我找了一下高跟靴的马刺，都不是特别合适。感觉高跟靴上配上马刺，是吧？更有威力。好久没发，我今天刚发了一个作品啊。腿上穿袜子，那必须得穿袜子呀，戴袜子。那必须的，腿上这双袜子勾丝了，看到没？竟然勾丝了。还从一开始，腿上这双袜子竟然勾丝了，要不然换一双新的吧。果粒尘，没有，我让我家一个粉丝去给我找了。我让我家一个粉丝去给我找那个，我让我家一个粉丝去给我找高跟靴的那个，高跟靴的那个马刺了。哈，四角。对，我也是想过就在高跟靴上穿一下马刺，就是没有找到嘛。因为那个马靴的那种专用马刺跟高跟靴的马刺还有点不一样，我让靴靴去给我找，不知道找到了没有。骑马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，知道吧？哦，好，哎，今天下班这么早，啊？笑死的热气球。今天下班这么早，都已经开车往回跑了。正点儿，好。好，还原之控，能走路吗？废话，穿靴子不能走路，那穿它干嘛？是不是？果粒尘，先把，待会儿停好车，赶紧。路上要多长时间？路上要多长时间？你路上是不是要一个小时？果粒尘，先给你个任务，把粉丝团灯牌卡上啊。那还是挺幸福的。北上广通勤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幸福的。礼拜天不加班？对，先把你的粉丝团灯牌都给卡上。啊，马靴呢？马靴啊，我早上穿马靴呀，这个也太长了吧？你喜不喜欢？啊，求求，你喜不喜欢？是的。
好像行。哎，你是不是球球？是的。你竟然喜欢这个颜色啊？什么乐器卖几个？今天没有看我发骑马的作品吗？这靴子要上千块吧？算你有眼光。早上谁说我那双马靴说抖音商城里面500块能不能买到？气得我要吐血。大胆的想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喜欢根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球球，啊，根没啥区别吧？我那几双的根不都是这样的？国外相亲哪里的？你先，对啊，那你是没仔细看过我的靴子。我凌晨仙丹第一个先起飞啊！我在直播间怎么跟你说？哦，那还行，不远。国王的，那我那双马靴是国王的，配不是佩特里的。当然是做的了，定做的。求求你把我的粉丝团真牌都掉了，求你加一下我的那个，求我跟你说话呢，能听到吗？欢迎真如，你把我名字旁边那个 V 加入一下，加那个我会定期的在我的会员空间更新套图，这边的 V 加入你我，哎呦不行，今天嗓子怎么回事？喝口水去。名字旁边的 V 加入一下，你经常能看到我，到时候经常会在我的会员空间更新的，知道吗？四川成都定制尖头长靴子的厂家，我天。这个名字起的，笑开口。我家 K 狗都已经六级了，加油啊！果粒晨，我跟你讲了，不要在直播间问。哦，心愿单第一个私人飞机起飞。你问这么敏感问题，我怎么回答你？这句是定制的吧？是的。我喝口水去。刚刚谁在这靴子能不能走路呢？我被你笑死了！穿一双不能走路的靴子。哎呀，穿一双不能走路的靴子。怎么办？是啊，太蓝了。喜不喜欢？再问几次，主播就要被抬走了。不要在直播间问敏感的问题，然后讨论敏感的话题啊。直播间非得被你们给我整没了。哎哎呦逼，穿得像打鱼的。小胖来了，小胖是谁？打鱼，你是那条鱼吗？今天下网捞一条大鱼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1989，你说的还真没错，知道吗？就像马靴一样，最开始也真的就是为，也真的就是
也真的就是为那些田间地头干活的人设计的，后来才用到了，后来才真正用到了军队那些的，知道吧？最早不马靴的设计也是为此设计的。让你们不要乱说话，还要乱说话是吧？小白给我带上去。完了，今天嗓子一直不舒服。你要是再乱说话，你知道吧？我让你进小黑屋好好待着去，在小黑屋里待个够啊。现在的欢迎神帝，专为时尚美女设计的，谁想穿不得能穿吗？嗯，在线下小黑屋，你来，给你准备好了。谢谢老李。进小黑屋可不舒服哦。这是多长呢？这个最高的地方已经有一米多了。这个长的地方已经有一米多了，啥小屋？你想进吗？你要去？你要不要去里面体验一下？嗯？你要不要进去体验一下？啊，黑咕隆咚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都不知道是几点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漫漫黑夜里面待了多久。嗯，还海獭。欢迎绝尘吧。最愿意听。天下无天下之大雨，把你的粉丝团灯牌开一下啊。哦，那天谁说我这个鞋跟不响？每次都说听不到鞋跟的声音。欢迎小月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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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了，关注一下啊！你们去给我今天新发的作品把赞赞点一点啊、哦！不要在那发号施令，我不赚也不赚的道理。嗯，就穿着啥玩意儿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穿裤子怎么会被封？直播间说的话不行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就即使你的着装没有任何违规，然后你那些话题比较敏感也不行。不单是那个，那肯定不行。那我不敢转身，是因为我的那不行不行的，就不用想，肯定不行。对，我
我这个是很短的皮短，所以我不敢专心。还在讲嘚啵嘚啵，烦死了。超人一脚就把你踩扁了。知道吧，一脚就把你踩扁了。这个鞋要多少钱？这个鞋要多少钱？你来几个嘉年华就够了。帮我点了430，辛苦了。胖旭，不行，你想得美。北辰刘德华，你想的还挺美的。这么短呢，站在那里干嘛？我是为了突出我的靴子。直播旅游吗？去哪旅游？去哪旅游？好久没有旅游了。好久没有出去旅游了。滚。我让五位上个抖垫，五位不上，五位上个抖垫，我天天给他挂一下，是吧？四九，我说我之前让五位开个抖垫，我没事给他挂一下，他没有抖垫我就挂不了。但你们问了我怎么跟你们说呢？这鞋子有什么亏你们？这完了完了，我好像着凉了。嗓子不舒服了，快二万，老妈带给的。老妈大哥，是不是因为肾已虚化？芜湖，芜湖的，我有芜湖的可以给我看看。我去，这个世界也太少了吧！就我这个直播间就有好几个芜湖的，芜湖这么显小的地方，竟然在我直播间有好几个。这个靴子这么长啊？是比你长。记得了。长不长？地大没有，你怎么升级这么快？你之前才30级，怎么这么快35级了？在哪里升呢？地大多，在哪里升呢？红色好看，你看我穿过红色吗？对，在哪里升的级？汇报一下。你怎么不在我这升级呢？还天天给我发消息啊！快来把我的心愿再点点。知道不了。短腿猫咪，短腿的猫咪挺可爱的。滚！你几天没看就升级了，还要给你换一个鞋，想多了。
皮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皮革的味道吗？这两边，你给我整一个，是不是？狗牌掉了，这张笑不好看，你不看，你滚！生气了。专业点清理，有师傅上门清理。几点？前几天刚师傅上门清理过。谁在我？前两天刚请了专业的师傅上门清理过了，要不然你看它好亮啊。可以。欢迎先生。谁清理的？请师傅上门清理的，先下一会儿下花再上一个。好，我不穿这个鞋吧。我穿马靴骑马，下面先搞，不着急，你发给我也行，不着急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录了一个屏，然后回去准备截图，是不是？嗯，是老师吗？名字不都告诉你了吗？录那一段，好，不着急。欢迎棒哥，关注一下啊。这鞋真地道，哪里地道了？哪里地道了？啥玩意儿？许昌的，许昌在哪？许昌是啥地方？
也别煎熬，马上给你收回来。立刻马上给你收回来。还有元宇宙，关注一下，咱把粉钻灯牌卡一卡啊。6:40-50，你能不能准时啊？每次都给我迟到。很有感觉，那必须的。马骑不骑得好，那气势必须要有，是吧？那气势必须要有。要的就是这个气势。这是大腿穴，那你说嘞？还是6969？那你说嘞？还是小木头？好长，反正都比你长。我现在还没有发现跪在这儿会比我的靴子长的人，就是只要跪着吧，他都比我的靴子矮。我家佩奇是谁？我家佩奇是哪个？那肯定没有，我才164。你190跪着也没他长啊，你敢超过他就啪一巴掌扇脸上了，知道吧？16000米。就给你的命令就不许超过他，不能超过他。高速公路，等会儿吃饭去，吃完饭回来再。要处置是吧？金掉虾米，虾米灯牌没了啊！把你的灯牌给我卡上了。超过了要处置他是？怎么处置？他哥，掀了他哥。不许迟到，听到了吗？不许超过7点。
点个外卖吧，不想出去了。我点外卖就可以带你们吃饭了，去吧。点外卖都可以带你们吃好吃的呢。超过七点之后，一分钟一耳光，自己计数。啊，真懂，真懂规矩。我给他点压力，我让他每次给我迟到。我要给他点压力。上次迟到了多久？估计要被我扇死。不能闲着呀，点他家外卖。那可不能闲着。我点个外卖去。对，这个可以用。我就需要一个合格的脚垫，我就正好需要一个合格的脚垫。啊，是不是？我吃，11月份哦，12月份更新一下那双，就是那边上的那双黄色的靴子。11月份更新一下边上那个黄色靴子的套图。这双靴子上镜都很少，不太喜欢，找个位换一双，好不好？啊，羊皮对，那双不太喜欢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给他拍了一个。我就一共就一双羊皮的，我不是就一共就一双羊皮的吗？不太喜欢，所以。但是前段时间还是给他拍了一个套装，找个位换一双，找个位改一双牛皮的，他那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裹感，太松了我感觉，而且纹理也特别粗，总体来说不如牛皮。头不过膝盖，对，有觉悟。这靴子给当裤子，就是冬天就不想脱掉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就是冬天你脱掉靴子的时候，就感觉腿嗖嗖的进风，你就感觉冬天的腿嗖嗖嗖的进风。关注一下，咱把粉钻灯牌卡一下啊！咱把粉钻灯牌卡一下啊！不知道哎，乌拉西，
临时要把你的粉丝团灯牌卡一下。不知道死没死，不太确定。哦，不是特别有印象，猫爷，好像又有一点，又有一点印象。大家关注一下我。我去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以前叫王爷对吧？那个野地的野，野草的野，是不是？嗯，关注一下。我去，都已经三年不见了，你今天竟然刷到我了，缘分啊！啊，烟草，关注一下啊。欢迎一些凡人，哲学的挣扎。对啊，我一直在合肥啊。欢迎简单的，欢迎大大大大。哲学的真要你的命是吧？所以还是在抖音能遇到熟人。在抖音就经常能遇到熟人，就是那种失联了三五年了都能遇到，就是，太强大了。嗯，一般在抖音失联三五年的都能遇到，在别的平台估计是没有这机会的。嗯，还行着。主播该吃晚饭了，咋啦？你也等着吃饭呢？等着我喂你啊？清风，清风，是的，清风同学，过来，好久不见你啊，难得在直播间。抓了你一次，啊？难得在直播间抓到你一次，不容易啊。嗯。这需要那么长，必须得长啊！不长，冬天怎么能温暖呢？就是那种抱着你的腿一点不透风，你知道那种安全感。啊，抱着你的腿一点不透风。嗯，舒服啊，怎么会不舒服呢？嗯，害怕。穿好少。空白账号，咱们要不然加一下，聊一下你关心的问题。嗯，空白账号，炫丹第一个起飞一下，咱俩聊一聊。三年不见了，还是有好多话要聊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就删了，都删了，所以让你重新加，重新搞过来吗？啊，所以让你重新搞过来。现在第一个起飞，三年不见，起飞一下。嗯，之前可没少刷，之前你可没给我刷过，你都给别人刷了。今天我还没看到飞机呢，我今天都没看到飞机长啥样。来，起飞一下。嗯，丢剑，剑水条魔鱼，那一摸一个准，是啊，
那现在去摸鱼，一摸一个准。谢谢弟弟的小心心。那我真捞一些什么名贵的鱼，是不是？真捞一条是名贵的鱼。还行吧，咋啦？你要发挥一下作用？哦，不是，我前两天。我前两天靴子全部清理了一遍，就是从鞋底儿到靴子全都清理了一遍，所以你看的每一双都不脏，因为被清理过了。嗯，欢迎三幺四，王爷，那你起飞呢？前两天全部清理了一遍，所以你看着都很干净，是吧？沦陷你眼眸这么长，害不害怕？哦，哎，王爷，我都忘了你是哪里的了。这块哪里能买到？市面上你估计买不到。市面上你是买不到，我这双是定制的。对，我这双是定制的。你不用问了，我以后基本上你看到长靴基本上都是无畏大定的。你还知道无畏？不错嘛，看来是真同号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是给无畏大定的。我会家的靴子有它的风格，一看就能看出来。暴躁死白兔，突然不要，后面就分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从门外那不是很简单，我还让村我住在六楼的时候，我让他从一楼过去过。我站在一楼的窗户跟他说跪下，他就在一楼跪下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门外那不是经常的，每一个都是。你别羡慕呀，那你现在在我家楼下跪着，我在直播给他们看，跪到我直播结束，你再起来。我现在几楼？妈，我现在站在门口说，我现在的楼层你听不到。欢迎新笔记，我现在多少个粉丝团呢？新笔记哥。我现在多少个粉丝团了？好像已经突破1000期了，往1800迈进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叼起来，叼起来，是不是往1800迈进了？来加个粉丝团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多少个粉丝团？DOG 是不是想清理脏的？
脏些点儿。108吗？啊，真的？我还以为刚突破1700呢。我们家的狗军团又强大了，是吧？嗯。我们的狗军团又强大了。看一下进程。2000年后的你，好久不见哎！我真好奇20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。嗯，20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？点赞上线了，点赞上线是3000赞哎。点赞上线3000赞，你的小爪子不是要断了？啊，放这儿。老师给你揉揉小爪子，给你揉一揉小爪子。遇见我直播就跟抽奖一样，抽到了个啥？今天抽到了什么大奖？2000年后的你。对对对，我这周今天才开始直播，前两天就混了。男子遇上给我的粉丝团加入了，加了没有？啊，加了，进来就知道点亮灯牌，不错，赞一个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我们的狗市继续扩大啊！什么时候要盖个别墅喂狗了？要不然感觉就装不下，是吧？感觉都装不下了。觉得速度好长，喜欢吗？不理你，让你卡粉丝团灯牌到现在都不卡，懒得理你，眼神不好，没有卡亮，没有照亮灯牌看不亮。点亮一下，照亮一下。欢迎吴永桥。对，你们。都给我整起来啊！没有马驹，3000支持给你提示，可以偶尔再点两个，会一直给提示。起飞加了再说啊，这学也太长了吧？那必须的。Overwatch 是不是没有看到过我穿这双靴的？Overwatch 是不是没看到穿这双靴的？哪个？我发消息我看看。起飞5000。下周没有，我不是直播看到的吗？不是谁的课都上的啊，看缘分。让我感觉到前程的，对你有兴趣的，
才有机会。不虔诚的你投来也无用。看不了，现在只在抖音直播，直播看到过是吧？枫叶热气球起飞一下，今天的心愿单我看一下完成咋样。哎呀，热气球我老差了，现在热气球起飞一下。你想多了，还直播上课，你抖音给你直播上课啊？抖音都让你这样穿着靴子坐的不错了，漂亮，七级嘞，啊，我写七级嘞，棒，这靴子跟多高？这一双是十厘米的。我只有两双，我只有两双是十二厘米的，红色和粉色是十二厘米的，其他的都是十厘米的。高高，欧沃奇是不是比你高？哎，反正贵的总是比你高的。飞宇实业，方向方同学，对，下文你纸鹤，咱把心愿单的纸鹤跟气球点一波啊。这个爱是给靴子的还是给我的？啊，哦不是给我的靴子。肯定啊，直到腿纹都不敢超过膝盖上，敢超过膝盖踢死你。哇哦，我家枫叶又升级了，漂亮。现在哪呢？在北京呢，还在合肥呢？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你在哪里了，因为我经常好像你经常跟我说你在北京。欢迎小小，小的都看不到。老师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小心，小心我踩到你啊！小张，老师从你面前路过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！还没回来是吧？谢谢320，老师带你去马场转一圈啊，踩到了我会咬人，哎呦，我突然来了兴趣，你还敢咬我？啊！你还敢咬我？简直了！我遇到第一个，我就把你舌头踩出来。
是不是那样？把你的蛇也踩穿，蛇就放在这儿。有惊无险，下班时间踩到也要忍的。从来不服，你来试试啊！看看 DOG 他们的觉悟，踩到也要忍的。下班时间，幸好没让加班是吧？收拾东西，悄咪咪的走，没有被领导喊回去是吧？是吧？很有感觉，小姐姐，把小姐姐灯牌卡一下啊，缘分让我认识你。合肥，安廖先生。今天他休息，是不是每次到下班时间，就是看领导不在的时候，抱着东西就悄咪咪的想溜走？每次领导从办公室回来，喊了，回来，把什么什么文件交上来，哎，然后又埋头苦做，是吧？不死了，宣单的第一个，可以加，不死了。哪有时间给你私聊？我家自己家的天都没时间跟他们聊天，是吧？薛岳给我发个消息，等半年才给他回复，哪有时间给你私聊？你想多了。没有，刚有人问我私聊吗？我说。有人说刚问我私聊吗？我说哪有时间给你私聊？我家薛岳给我发消息，都半个月才回答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薛岳，我给你回消息还是挺及时的，就但有很多消息基本上啊，真是半个月才回复的。就我的那个消息，就都太快了，我有好多群嘛，每次消息当时看不到，然后后面就忘记了。我能在两天内给你回消息，都已经算是很快的了。然后后面不就消息被覆盖了吗？有时候，比如说有时候会撸一遍消息，就擦撸一遍消息的时候才能看到。瞧不瞧的？下午，后面随便一个都两千多。哎，你猜猜，你好好猜猜。不录，心愿单第一个起飞啊！心愿单第一个起飞啊！跟是你。哎呀，我跟你，这还得隆重的说一下，薛岳，你知道我从薇娜订的第一双靴子是谁给我做的吗？就沃尔西给我做的。第一次还真是沃尔西让我真实的感受了一下无畏加薛岳的皮质。催单啊，是吧？各种被催单，天哪！吃饭了啊。
带你们吃饭，都挺好吃。那这么说，我就播了有40分钟呗，我都没计时。哎呦乖，等一下，先站一边吃饭。吃饭了。等我吃完了有事儿，所以今天早点吃。现在就要吃。手机没电了，姐。充一下电。要不要做饭啊，四九？今天要不要做饭？回家就有饭吃的感觉就行。不用，漂亮，漂亮，回家就有饭吃。现在天都很黑很黑了，冬天就是这样。赵一传，白老师关注点上，教大家吃些啥呢？我最近在听那个书，什么来着？我最近在听那个一地鸡毛。那个书，好像好多说的都是上海那不是上海北京那个时候的事情，那个时候的生活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没有，只在抖音直播啊。吃饭吧。是的，里面哎是。你这个叫什么十里？哎呦，想不起来那个地名了。说的是那个好多对那个时候的感觉还挺那个的。多是厉害，胖嘞！这个冬天已经胖好多了，减肥。那你去找有靴子的看呀。吃饭啦，觉得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吃豆腐，平时不敢喝。吃了肥牛，我打死你啊！你信不信？去，你给我过来，我一脚，吃吧，还有力气。还能减肥，我来给你发个照片，我跟你说什么叫，看一下什么叫肥牛，比就是那个女主人翁比男主人翁大两号那种，就是腰围粗两圈，腿围粗两圈，知道吗？这才叫BBW。知道不？就是看到那个一个那个宣传片，一个宣传片说的是那个，我看，对对对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我这辈子是成不了 BBW 了，下辈子。身高一定要高，身高要在1.7米以上，不，1.75米以上。哼，没有，才没有赘肉，就那种，虽然。
很重，然后很高，但是身材还练得很好。这条狗金香菇，你是不是给我发消息了？直接把你的号发来。嗯，体重不要重，体重部位分配才重要。你把你的号发来，就你昨天发的消息的内容，把你的号发来。我给你发看那个满分，我看一下。闭嘴啊。满分是吧？你是说那个靴子好看是不是？点播赞啊，现在9900，再点一波。点播赞啊。我薛岳天天。你闭嘴那个笑脸啊。纣王的快乐。纣王的快乐是什么？我天哪，太甜了。腻死我了。我让你别乱讲话，这里此处不宣传视频。我看看，欢迎可乐不加冰。此处不宣传视频，嘚啵嘚啵嘚啵什么？问号，心愿单第一个起飞啊！跟你说的，心愿单第一个起飞。第六季吃饭了。前几天谁跟我说，特别喜欢看我咀嚼食物？咀嚼食物有美感吗？吃。咀嚼食物有美感吗？我儿子什么地方？赵印传，在合肥。没看过美女吃饭。谁说的？我想想，谁跟我讲的？哦，就喜欢看我咀嚼食物，但我不一定给他吃呀。看不懂，听不懂话吗？笑脸，心愿单第一个起飞。那我不一定给他吃，让他眼巴巴看着我嚼，然后我自己咽下去，是吧？哎，客户来了，客户，吃饭了。客户。
这个我要扣过去。嗯，你们都没得吃。今天有骨头吃哦，对吧？开不开心？薛薛，晚上怎么吃饭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到家了？我估算了一下，你从单位走回家的时间。都够了是吧？薛薛最幸福，天天从家走去公司，比我都近。嗯，对。就你最舒服，还来自海南。等会儿录个妆还得，今天没打化妆，等一下还得录个妆。还有十分钟，好走路，别撞电线杆上去了。嗯，还要做饭，来喂你吃。对啊，对啊。别准，今天吃的是小笼包，荠菜鸡蛋馅的小笼包，不吃肉馅儿。不吃肉馅儿，不吃韭菜馅儿。我有空学一下做点心。我天，你学校做点心，天天给我做甜的，不是要把我烫死？嗯，确实，甜食会上瘾。但其实我不喜欢吃甜的，就是那种蛋糕呀，那种小女生最喜欢吃的，我都不太喜欢吃。昨晚住院。笑脸，别在那口嗨，先把心愿单，先把粉丝团加上啊！F03来了，03刚今天问你呢，到会员空间有没有看到我发的套图？嗯。有没有看到？欢迎小叔。吃完了。吃饱了。
皮筋呢？对，把你的粉丝团加上了。对，把你的粉丝团加上再说话。嘚啵嘚啵半天，给你讲别的直播间宣传视频，还要讲，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是不是？这么幸福，许愿单呢？许愿单第一个起飞，听不懂啊？能看到许愿单吗？都有，都是精华。下了，好，去吧，做饭去吧，飞机啊，飞机啊，往草岗，热死了，老师辛苦了，喂，把你喂喂你喂辛苦了，我开一下空调。可不是，老是喂你喂得好辛苦，晚上出去 happy 去。有没有去宁国路偶遇的啊？有没有要去宁国路偶遇的？带你们去宁国路的酒吧嗨一下。南京去啊，经常去南京好不好？你飞过来，那我要带个地毯去了，晚上去蹦迪就穿这个靴子去，那绝对很扎眼哎。啊，晚上去蹦迪就穿这个靴子去。对。带个地毯去，别人都踩着地板跳舞，我踩着地毯跳舞，是不是？小飞侠先把粉丝团灯牌加了啊，不宠路人，带地毯跳舞呀、啊，哇，
别人都是踩着地板，就只有我踩着地毯。哎呀，录个妆啊！我脚上穿着靴子，你没有看到吗，小飞侠？我刚刚一直穿着，你进来的晚了吧？你是不是进来的比较晚？软妹，还要带，还要绑个链子是吧？这会儿没时间补靴子了，我要补个妆。手机呢？先发个消息，问他几点来接我。问他几点来接我。下了啊，四九，这个快吃饭去吧，我下了，马上有事了，拜拜。没有点关注把关注点点啊，是的，笑脸啊，我马上下，你决定一下哪儿好玩。想好了吗？等你三秒钟，等你三秒钟。来福，我要下了，不跟你们聊了，关注一下，明天可能会直播，可能也不会直播，到时候看吧。笑脸，给你三秒钟。好。